日前有消息爆出毕文俊和女微商老板一起吃饭，还为其撑伞。对此，近日有消息澄清，关于毕文俊和女微商老板一起吃饭，其实只是普通工作餐而已，在场的还有女助理一起。 走秀帮着撑伞也只是个人的风度而已，并称时尚芭莎官博明确用词品牌邀请，还称谣言被钳了是不实的消息，希望大家不要乱造谣了，清者自清，多关注毕文俊的作品与舞台。对此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支持，拒绝造谣，各个官博都已经认证是品牌邀请了哟，请勿造谣。